哎呦，你觉得这个好吃吗？还行。啊，那我能尝一个吗？我们吃过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不嫌弃。我就是尝一口，我看好不好吃。谢谢，哎，人太好了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这海带不错的，挺脆。啊。嗯，哎，这还有什么？哎，这没有那个萝卜吗？就是，不是他家萝卜挺好吃的。有，但我也吃过了这个。有啊。啊。哎，你这萝卜我能尝一口吗？我吃过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不嫌弃，我尝一口。把这还你，谢谢啊。这口不小啊。你怎么不自己买啊？啊，我说看你这样吃着，我回去我省点钱嘛。这么省啊？啊，过日子嘛，就会过日子。这萝卜说实话一般，有点凉了。我就这么过来关，你要吃的不觉得我冒昧吗？很冒昧啊。那你还给我？那你要了？我要了，我要了你就给。那我能要你个微信吗？不能。我微信不行。不是你问你是这个点儿是吃这个就是当吃饭了吗？就吃这些东西。对啊。这是晚饭呗，属于。早饭。早饭。这几点了？早饭呢？我晚班，我起不来。啊，晚班啊。啊，您早饭不得吃有点营养的东西吗？吃这能行吗？回我要不我报答一下你，我请你吃口饭。这不神吗？啊，你也省。不是我请你吃点好的，那不用舍，行吗？一口萝卜，一口海带，用不着吧？啊？不是，那我这把你这东西都吃了，你也吃不了了，我都吃过了。我不嫌弃你，你指定嫌弃我。我报答一下你吧。你平时爱吃什么？不是，你平时爱吃什么？火锅吧。火锅。啊。你早餐吃火锅不腻吗？东北女孩还好。口重。那我要不请吃火锅？现在啊？啊，你等会儿上班吗？还是什么？我8点上班。是不来得及有空？我。现在啊？要不你这啊？对呀、啊，行吗？你这不也没法吃了吗？我这人就向来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行吧。那走吧。这给我吧，这我吃。等会儿下锅里。啊？等会儿下锅里生。这么省？会过日子。啊。走。